Hello， 大家好，欢迎翻翻嚟今集啊！今集咧，我哋嘅主力咧就会喺修改音准呢一方面嘅。咁为咗保持成条片嘅时间咧嘅时长啦，所以咧我哋开始咗之后咧，我哋会以一个快镜嘅形式去进行嘅。咁可能喺个详细内容方面咧，你哋会未必睇得咁清楚点样修，但系大概个概念你哋应该会睇到嘅。咁事不宜迟，我哋开始啦。每一只线跌落你身。树荫有一只线跌落你身边，惊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天。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懂得这是恋爱。咁大家會見到咧，我而家喺呢個 tune vocal 嘅模式底下咧，我會將個音樂拉細少少，咁突出翻個人聲少少，方便大家聽到嗰個效果嘅。樹蔭有一。树荫有一只线，树荫有一只线，树荫有一只，树荫有一只线跌落你。树荫有一只线跌落你身边。跌落你身边，跌落你身边，惊慌到。跌落你身边，惊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惊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双肩。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我一双肩，令你腼腆。我一双肩，令你腼腆一脸。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像樱花万千。怀念美，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千。
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天不变，去到今天还记得。今天。还记得樱花正，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未懂跟你是爱，未懂跟你是爱，初春。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爱，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是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自身迹。是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自身这大。是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自身这大。期待人自身这大时代。自身这大时代，透。自身这大时代，透。自身这大时代，透入几。这大时代投入几分，这大时代投入几分，这大时代投入几分竞技赛，时代投入几分竞技赛，曾分几分竞技赛，曾分开几分竞技赛，曾分开曾。曾分开，曾相爱，曾分开，曾相爱，等。曾分开，曾相爱，等。曾分开，曾相爱，等待。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曾相爱，等待花蕊。曾相爱，等待花蕊。爱，等待花蕊。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爱，花蕊又跌下来。才懂惜。又跌下来。才懂惜这是恋。来，才懂惜这是恋爱，才懂惜这是恋爱，才懂惜这是恋爱。树荫有一只蝉跌落你身边，惊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天，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懂惜这是恋爱。未有过的爱情，但有种温馨，
归家那单车小径，沿路细听你的歌声，没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历程。唯系错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纠正，太过坚贞。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跟你未爱的爱，未说悲不悲哀，秒速之间变。未有过未有过的未有过的爱未有过的爱情未有过的未有过的未有过的爱情但有种未有过的爱情但有种温馨未有过的爱情但有种温馨但有种温馨归家那有种温馨归家那单车小径温馨归家那单车小径沿路细归家那单车小径沿路细听你那单车小径沿路细听你的歌声没法听你的歌声没法再三倾听的歌声，没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历程。没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历程，你的感动历程，唯系错的。感动历程。唯系错的一番友情，唯系错的一番友情，唯系错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久。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久正，太过坚，经不可久正，太过坚者，可久正，太过坚者，不可久正，太过坚者，还记得。还记得樱花正开，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还未懂跟你是爱，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
是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自身。渴望未来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这大时代投入几。这大时代投入几。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经。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猜曾分开曾相爱等待。猜曾分开曾相爱等待。曾相爱等待跟你，曾相爱等待跟你，爱等待跟你未爱的，等待跟你未爱的爱。等待跟你未爱的爱，你说悲不未爱的爱，你说悲不悲哀？未爱的爱，你说悲不悲哀？未有过的爱情，但有种温馨。归家那单车小径，沿路细听你的歌声，没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历程。唯系错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纠正，太过坚贞。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跟你未爱的爱，你说悲不悲哀？秒速之间变改，小小世界眷恋，也许走不过拆卸的街。少女亦随年渐长，走得多么快。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是爱。当天云南今天已换上满地青苔。如有天置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没理睬。明日花，昨日已开。秒速秒速之间变改，小小世界秒速之间变改，小小世界间变改，小小世界间变改，小小世界眷恋间变改，小小世界眷恋，也许走
多少世界眷恋，也许走不过拆卸的家，也许走不过拆卸的街，少女亦少女亦，少女亦，少女亦催年，少女亦催年渐，少女亦催年渐长，少女亦催年渐长，走得，少女亦催年渐长，走得多么。年渐长，走得多么快，年渐长，走得多么快，走得多么快，秒速之间变改，小小世界眷恋，也许走不过拆卸的街。少女亦随年渐长，走得多么快，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示爱。当天原蓝今天已换上满地青苔，如有天置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没理睬。明日花，昨日已开。如有天樱花再开，如有天如有天如有天樱，如有天樱花再开，如有天樱花，如有天樱花再开。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是。再开，期望可跟你是爱。当天愿。我跟你是爱，当天原蓝今天爱，当天原蓝今天已换上满蓝今天已换上满地青苔，今天已换上满地青苔，如有天满地满地青苔，如有天置地满地青苔，如有天置地门外，乘电车跨
天子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天子地门外，乘电车。天子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外乘电车跨过。外乘电车跨过大海。电车跨过大海，匆匆。大海，匆匆跟你相，匆匆跟你相望一，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没，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没理睬。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没理睬。明日花开，明日花昨日明日花昨日明日花昨日已开。明日花昨日已开，明日花昨日已开。如有天樱花再开，期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示爱。当天原南今天已换上满地青苔。如有天子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没理睬。明日花昨日已开。好，咁我哋成首 tune 完之后咧，我哋就听一下成个 tune 完之后嘅感觉吓。应该所有嘢咧就会突然间觉得咧，所有嘢吸多咗好多嘅，因为咧所有嘢都个控制嘅范围比较大咗，即系将个人声控制翻喺一个适当嘅范围里边去吸落嘅音乐度，所以听出嚟所有嘢应该系一整体多啲，音乐感会高啲嘅。我哋听一听一下。树荫有一只蝉跌落你身边，惊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天。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置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懂惜这是恋爱。未有过的爱情，但又总温馨。归家那单车小径，沿路细听你的歌声，没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历程。唯系错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纠正。
太过坚贞。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跟你未爱的爱，未说悲不悲哀。秒速之间变改，小小世界眷恋，也许走不过拆卸的街。少女亦随年渐长，走得多么快。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示爱。当天原南今天已换上满地青苔。如有天子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没理睬。明日花，昨日已开。系啦，咁而家成件事嘅音乐感咧就加强咗好多噶啦。咁有少少嘢想分享一下我嘅做法嘅，譬如咧嗱，我用嘅系 auto tune 啦。咁点解我会譬如我第一段咧就用第一个 auto tune 啦？第二段咧就會開多另外一個 auto tune 出嚟嘅，因為咧我個 setting 上咧，我 auto tune 咧係set 咗比較大嘅 buffer size 嘅，即係我開出嚟俾大家睇下，即係我個 setting 裏邊咧，我係 set 個 buffer size set 係960嘅，其實 even 可以再高啲嘅，咁佢嘅俾多啲 RAM 去，俾多啲電腦資源去，佢會 process 得比較好啲 smooth 啲啦，如果咪有時你會聽到可能突然間會 grit 一聲啊，或者有時間唔係好聽你話嘅，咁我大概 set 咗喺960嘅，我發覺咧一小段嘅話960咧係可以嘅，佢 default 好似係400我就覺得比較細少少嘅，同樣地亦都個長度唔可以太多，所以點解咧？我一段咧就會用一個，咁我咧就淨係 dedicate 嗰個資源咧去做呢一段嘅啫。跟住我就會 inactive 咗佢，開個另外一個出嚟咧，就去做另外一段嘅。咁兩個情況啦，即係兩個好處啦。第一個好處就係我淨係俾一個資源去做一段，跟住我就 inactive 佢，我就另外全新嘅一個資源去做另外一段。另外一樣嘅好處就係咧，譬如我之後要修改嘅話咧，我其實都係用緊呢一個，就譬如我要修改前段嘅呢一個位嘅，咁幾粒音嘅，可能覺得可能點樣 tune 會再好少少嘅話咧，我係會淨係開翻呢一個出嚟，我就知道係呢一段，咁就比較方便啲嘅修改啦，就唔會太容易整亂啲嘢咁樣嘅。最主要的做法都是因為分配資源方便，令到你電腦會行得順一點，和所有的反應都會好一點的原因的。好了，今天多謝大家收看這一集，這一集最主要是一個很快速講緊音準可以怎樣執法的，雖然我當中沒有做一個很詳細的講解為何我用那個 tools 去做這件事，為何有時又這樣拉法，但是希望大家都會即都會捉到少少當中的要點嘅，同埋我今次亦都係用咗一個比較快速的收音準方法。平時我做的話咧，就會好詳細，慢慢逐個去慢慢執啊，慢慢畫啦、啊。咁今次咧，成件事嘅流程會比較快啲，就方便大家可以容易啲快速咁去吸收個整體嘅感覺會係點樣嘅。好多謝大家今次收睇啦，下一次我哋就會繼續講緊。在这个配唱的 mixing 里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和怎么做的。 Thank you， 希望下次见，拜拜。